天我来到马来西亚槟城，这个我的佛这边就是槟华对面有这点哦白咖啡。我看很多人来自我也来自看哦，得进去啦。哇，这边是吃这个早餐，这个菠萝包咖啡呀、啊、什么的，然后也是有面啊饭啊来吃的话啊，也是蛮多东西的、啊、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就不知道那老聊不聊。嗯，还有后面你差不多交通什么东西走啊。哇，这样的葡萄好像很好吃，这样的红红的，对吗？那我们这边红香，嗯，它皮很脆，它里面很香，它的那个蛋啊，我个人是喜欢觉得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。还有它那个菠萝包，其实很多地方也是有卖啦，但是不懂啊，看它的好不好吃先。幸好它里面我它的那个鱼这么厚哦，那个干切的时候皮也都很脆一下，才能切的是那个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它的皮脆脆，它的那个牛油里面的很香。这个还是它的 signature 白咖啡，我就不知道白咖啡了。不会说他一碰到很腻呢。然后刚才那个服务员也介绍我们的这个，他的他有鸭腿面线，但是我们点的这个是鸡腿的，鸡腿面线很香的那个药材味。先喝他的汤，先喝他的汤，他好像很浓，嗯，哇，很不药材的味道啊，很香。然后现在吃他的米索跟他的鸡肉。鸡肉应该是炖的，因为它的肉很软，然后它的皮拿不了，它就很容易很容易拿，它会硬，然后它会粘住那个骨那边。然后这个也是他们这边的特点的哦，它是冷冷嘛，跟那个黑色的鸡肉，这个是鸡肉，然后它把它长得像锅子的，然后不错吃，酱油排的特别漂亮耶，哇，开始吃了哦。我们先吃它的冷冷嘛，第一口放那个它的那个伊甘比利沙糖浆。这个加一，我们可以放少一点啊，因为它比较偏咸一点啊。然后第二口呢，我就放它的黑肉，看它的黑肉，看它的饭很香啊，看它很香。它的黑肉应该是有腌制过的，所以它很入味。特别，我第一次吃到哪里的嘛有黑肉啊，哇，吃到很棒。嗯，它这边呢，嗯，overall它的东西是不错吃啦，连它的那个还那个奶茶的嘛哦，如果它的那个黑色的肉味配着配跟白饭，应该能带出那个鸡肉的味道啊。这个我个人认为的啦，我们可以来再订看看哦，看怎么样哦。然后它这边呢，它营业时间是早上七点，早上七点到五点，对，天天都有开。然后它好像是有几个熬了的，我是在我的 Ford 这边啊，我在我的 Ford 这边，另外对面。好像听说在巴西那边或者是那个怎样，在哪里好像是也是有，我们可以 search Facebook 那边找他们啦。拜拜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刚才跟这边的口说秒说一下，跟我讲错那个原来在巴西那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他现在有的呢就是在巴都巴湾有一间，那个是靠近 Design Village 那边的，那边有一间哦。然后还有另外一间就是在云林，他讲那个云林他好像做到一个，他有一个广东人做的，那边只是可以 take away 吧，然后没有在带你的，回家那边吃哦，就可以带走不了啦，打包不了。那个他是在靠近那个 Mira 的，Mira 的那个什么的呢？好啦。